蓝队的同学请准备好，接下来上场参赛的将是蓝队，那就看看蓝队能不能更上一层楼了。科阿姆西，比赛前增加能量。蓝队，咱们自己加个油。来，我们是这样：第一，保证孩子们的开心和安全；对，第二，还有我们为了门票，好吧，打出我们该有的水平，好不好？来 ，OK， 一二三，加油！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请裁判进场。蓝队的队员，请各就各位，注意不要受伤啊！不要受伤啊！我一拿球，我往这边带，他们肯定都过来。你就往那边跑，我就打过去。然后你会上来的呗，反正。蓝队准备先开球的是李大帝。好，比赛已经开始了。这边，看看蓝队这次转移球很成功，漂亮！加油！这是大帝的一脚禁区外围的远射。这是大帝的一脚禁区外围的远射，哇，差点进球！哎呦，哇，差点进球！赵一雄，进！哎呦！阻拦差一点点。哇，阻拦也差点能进球。这次的吊门，球进了！进了！这次的吊门，球进了！进了！小一网。非常漂亮，他的职业是一名特警。对，他是浙江这个超级联赛，也是最顶级的浙江的业余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2017年，有些工价啊。可以的。球又到了，人肉。长城小朋友们的脚下，给我！我们看，这李晨速度很快。哎！我但是被断掉了，秒断，太垮了，给了一个近景，给了一个特写。哎，进去，你进。咦，这脚头好像挺硬哦，这么大脚，看看杜佳，还没有出边线，赵一雄再有传中的机会。这次的头球顶天了，阻拦还能带球呢，可能只能带三步。阻拦把球踢出去。这次的头球漂亮，球进了。哇，这个漂亮。哇，这球很漂亮。又是赵一雄。这个如果我们飞起来，就再见了，人进去了，头可能撞在这个栏杆上，走了。跳跳跳，王继军来！看看杜佳，速度很快。出来，立起！看看杜佳，杜佳，准
们将有一定的脚法。小黄人们要加油啊！大地，杀！大地的守门球进了，杀！大地的守门球进了，球进了！你们已经是追平了红队和白队的进球记录，你们已经是进了四个球。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决赛票，再进一球，再进一球，再进一个。大迪太过分了，没办法踢了。大迪当联赛踢了是吧？哇，蓝队加油啊！哇，小朋友们现在都变聪明了，知道他们传给谁了。人太多了，我看见了，李晨拿球，李晨拿球，哎呦，水牛倒了，大黑牛被铲倒，啊，摔倒了，没事吧？小朋友们面对他的爷爷，丝毫不放松，还拿着他的名牌在炫耀。好，此时杜江拿球，杜江拿球，杜江拿球，一个传中，啊，哎，传到了李晨40岁的李晨脚下，好。但是没有用，还是被拦截了。不要把球交给他，被包围了。黑牛，像叫什么泥牛入海，自身难保。绝望吧，李晨，绝望吧，李晨。被包围了，被包围了。这个老将被请客了。又是那个40岁的老将在打球。最后十秒。最后十秒，哎呀，这个时候一个上一球，一个球。最后十秒，哎呀，这个时候一个上一球，一个球。在跑男这次游戏里面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今天红白蓝三队的竞争，蓝队是大赢家。感谢一下今天加入到各队的三位球员，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主裁判和我们的解说员，谢谢两位。辛苦了。还要非常感谢的是我们今天300位的足球少年。谢谢，谢谢，谢谢孩子们。再次感谢300位的足球少年，谢谢大家的努力和拼搏，你们每个人也可以获得一份由 MC 为大家提供的小礼物。让我们恭喜今天的获胜队蓝队，恭喜！你们也将获得由非法世界杯官方亚洲赞助商雅迪电动车为大家提供的世界杯决赛的优选席位门票。感谢足球，同时也感谢刘安。